生活在地球上，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惊讶，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科学难以解释的谜题，仍然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。很多事情的原委，就像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丹尼尔·塔米特一样，看上去平凡无奇，略显单调，实则浩瀚无比，高深莫测。出生在英国东伦敦的丹尼尔·塔米特，在儿童时期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数学天赋。他四岁以后就已经能够在脑海里进行庞大的数学运算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塔米特更像一台疯狂的人体计算机一样，在诸多领域都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超能力。他可以用5个小时就背下22514位的圆周率，他还精通10几种语言，其中被很多语言学家认为是全世界最难学最难记的冰岛语，塔米特也只用了1个星期的学习周期。随后他就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冰岛人一样，开始轻松愉快地接受冰岛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了。在记忆天才的光环背后，丹尼尔·塔米特是一名癫痫病及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。很多科学家都认为是后者的阿斯伯格综合症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泛自闭症障碍，导致了塔米特能够将任何数字的组合都进行抽象化的图文记忆。不管这是不是真相，反正目前这位天才过得还算有滋有味。他不是雨人，也不是病人，他就是个普通的超人。